一期的统一发票您对了吗？这次千万得主的幸运儿就是在去年11月只花了150元买麻花卷，而开出千万大奖发票的这间基隆伴手礼店为了欢庆这个好消息寄出优惠，连续10天全面九折。一如往常的日子，鞭炮声这么热闹，到底是庆祝什么事呢？广播声不停附送下，老板贴上大大的红字条公告优惠讯息，全店十天商品通通九折。走进店里挤满选购人潮，原来是位于基隆的这间伴手礼店开出千万大奖。千万富翁的是谁啦？民众试吃赞不绝口，店里的招牌就是它。被炸得又酥又脆，这是大家不陌生的零食麻花卷。去年11月17号有客人到这里买伴手礼，花了150元幸运中头奖。因为有一位客人，他的号码是在他之前的大概100多号，他跑过来跟我们讲说啊，这张发票千万元得主的发票应该一定在我们店里。财神爷眷顾，老字号的店家开出千万头奖，还没过年就已经喜气满满。记者黄子凤，基隆综合报道。